什么意思啊？说我眼瞎，你才眼瞎呢。没瞅着啊。哦，早说呀。咋进呢？没有雷种了吗？抬头，头上也没有啊。只找到几个井瓜，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。楼梯上面有，那我楼梯上面有，还没有啊？这儿有。终于到了，终于到了，居然出现了一个鸟居，鸟居感觉又恶化了。大毛也有鸟居，这里看来啊，什么意思？他到底是谁呀？跟我来。跟到哪里去？我这个地方，你看，你有另一个影。又见面了，旅行者，此身为内在的协助者，意识法则的守护者。如果内在想要背离法则，那此身便化作修罗。这种感觉难道是人偶将军？你以我的身躯游历世间，看似掌握了永恒的真谛，你认为如今的自己比过去更坚定，所以现如今的你究竟是有了新的想法，还是受到了无可抵御的磨损？我正是为回答你而来。我们同为五人，此时此刻的对话方式只有战斗这一种吧。等等，你已经没事了吗？先前种种不适，是将军在抗拒我继续使用他的身体。如他所说，一旦我有了改变的念头，他就会视我为敌。只要进入意识空间，我便可独立于他存在，不再受到干扰。将军虽是人偶，也有其自我意识，必要时他会出现在这里与我对峙。虽然影说过，影和将军竟然要战斗。我为将军定下的法则，不，将军便是过去的我的理想，是永恒的基石。若非必要，我不会尝试改变它。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不动手也能把话说开之类的。可是他们此身象征无上威严，
被授予统领一国之权，凝聚了雷电将军的一切，自然也继承了影前行时不断失去的痛苦，以及想要抵达永恒的决心，一切都是为了对抗魔隼。决心、勇气、爱慕、仇恨，都会在时间长河中变质扭曲，唯有法则永恒不变。这的确是我制造你之时的想法，也变成了我不得不跨越的高墙。你要与我为敌吗？我是你的过去，我是万事不变的法则，我是永恒的守护者，而我是许以沉迷一梦的雷电影。高傲凛然的鬼之少女，最终斩断力掌。纵然有点东西，会一变成大，可你道永远无法光亮如初。哎呦我操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道太慢了，一时眼变观浮世。哎哎哎哎！不断攻击，你将其拔出。哎不，又不拔，让他上。哎呦！太慢了，万雷归藏。哎呀！该结束了。干不干得过呀？要哎呀哎呀哎呀，无力无念，雷光所照，永恒之徒。感觉他好像比我们厉害。万雷归藏，微光无色，此眼遍观浮世。无处遁逃，道光一时漫天飞舞的湖之樱花，最终化为了漆黑之雨。只要地脉仍在流动，时间的折磨就永无止境。没血了，会自动锁血，那有点赖耶。无力可笑，此刻寂灭之时，谋一息啦。笼罩道气的神之雷光，最终于云端消寂无声，再也不会有第二人，永远不会有第二人。意识永恒，无力会回血，我还怕个啥呀？可笑，那就完了呗。你退下，我不会再自倒下。赖着呀，那这把呗。此眼遍观浮世，无念断绝，净土幻灭。看来你的武艺并没有退步，但你的意志又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呢？怎么会？这里是意识空间，它的存在确实很难撼动。它是为了对抗魔隼而生的产物，论意志，它能凌驾于一切生灵之上，包括你我。那这场战斗不就是没有尽头的吗？或许吧，但我必须向他证明，此刻我的意志绝非魔隼的产物。我将铸就的未来会是经得起磨损的伟业，不这样做，将军的法则就无从改变，到期亦无前进可言。这是我的责任，无论这场战斗要持续多久，数月、数年、十几上百年，无论多少次，我都会击败他。500年前，人类凭借奋战证明了自身的力量，现在他们又靠着愿望革除旧弊，就像古老的樱树也会长出新枝，我该学会信任他们了。我明白，
但假如朕所说的梦想才是真正的永恒，那么将军所不存在的虚臾也不足为惧。若是为了道气无穷的未来，我的战斗无论多漫长，我向道气的臣民们，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一切就交给神子他们了。可是转告我的话。好了，我们这是被现在怎么办？虽然他说的头头是道，只有这样才能修改将军的运行法则，可是对吧？而且隐恨要是太执着于胜负忘记了初衷，说不定就再也出不来了。我们应该想有没有办法缩短他在里面的时间，或者直接帮他获得胜利。再怎么说，可是想要帮他，怎么都要先进去才行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要不要撞一下试试？对啊，不知道他对这些目。呀，给我传出来了，那底下有矿呢。不必心急。瞧你一脸焦急，该不会又有事求我了吧？啊，幸亏来的是你，换了别人，我可没心思一而再再而三的笑脸相迎。可我看你一直在笑。刚才那是俗语，好吗？不许挑我的毛病。啊，对对，出大事了，引他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死板又极致。我说过去那么多年他都是这样操之过急，所以你觉得我能帮上忙？谁告诉你的呀？他是在装傻吧？他故意的吧？小东西变聪明了吗？不过这次我说的是实话，我只知道他是神鹰树的根基。是因为雷电？倒也不全是这样。不行了，我怎么得加快速度了，要不然今天我们啥也干不了了。我们得赶紧。哎，这任务还有多长时间啊？这得加快速度了，要不然我这啥也快五分钟啊。那慢慢来吧呢。办法嘛，总意识空间对外行来说，换句话说，抽象，你不用理解了，如湍流一般无序。正因如此啊，那我不去了，你们去吧。啊，不去也行。最坏的情况不就是失去影吗？你们，哎，讨厌了，我陪你去吧。既然心意已决，那我就送你上路了。这是啊，鸟居。没什么，感觉很紊乱，证实了我心中的判断。对了，在进入空间时记得不断在心中重复你的愿望哦。只有强大到一定地步的意识才。那么门开了，请进。我会守在外侧随机应变。我的愿望是不是有点太低了？为了到期挣十个亿，努力啊！挣100亿。神子，你靠得住吗？你的愿望应该是希望你的宝石节不再被刮，刮刮吧。刮下我一块油，反正包也报销。我决定了啊！我现在保险正常交，然后呢？让我要卖车之前，我用保险给我把那个地方给我修了。修完以后，哎，保险不交了，这样是不是就不用交多交钱了？
为什么？你们怎么能再次来到这里？这场对决令人甚是怀念，仿佛回到了永恒的无数场战斗。你一次都未落败，也丝毫没有犹豫。即便我将一切永恒之敌都展现在你的面前，你也不曾动摇。能如此坚定地执行规则，你也值得敬佩。你无愧永恒的守护者之名。他们再次回到这个空间，就像是命运的必然。那就以这决战，为我们500多年的宿命画上句号吧。决战，向后退，旅行者。我会成为下一个开始。对决所需的时间，足以见证王国兴起又覆灭。对决所耗的能量，足以倾倒大海。硬杀！蹭！他怎么不一样了呢？所求的意志，足以贯通。他怎么跟我的雷神不太一样呢？我将永远存在。终归万劫。哇哦。分段溃灭。雷之律的泡影看破，以此为牢。愚钝，所经阻碍，只是有点帅而已。到此为止，你赢了。我原以为你无法超越过去，看来我还是太过武断。永不磨损的意志，终究是无法拥抱未来啊。你无需担忧未来，我最懂得你的强大。然而出刀的理由，每思及此，我就能感觉到这把梦想一心中传来的异动，这把从真手里接过的，我也感觉到了。方才激战中这份力量，这是真的佩刀。可能在我前代雷神并认同他的时候，握紧梦想一心，熟悉，我认可了。你崭新的意志，并非源于磨损。我不会再阻碍你试图修改法则的行为。从今往后，此身依然是你的协助者。我不会再设下什么绝不容更改的法则了。你曾代表我的过去，但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。真从没把我当成无惧无畏的武器。哼，你真的变了。这就是人类常说的成长吧。我明白了，我会成为你的影子。就像你曾经是真的影子一样，我将旅行的职责不会改变，但作为武者，我很期待以后还有像这样战斗的机会。单论胜负本身，你仍心有不甘，是吗？只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，很新奇，值得回味。打完了。嗯。你们好啊，影，还有在此的见证者们，我是雷电真，没能尽到职责的前代雷神，为你们留下了无数的麻烦。这，我很开心。我知道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一定能走到这一步。我在梦想一星中留下了些许微弱的意志，你发挥出他所有力量的那一刻，我也会被释放出来。至于为什么要用如此迂回的方法？因为那时的你深信自己的想法，什么都听不进去嘛。可我没有时间等待你回心转意，请原谅，我只能以这种方式等待你的归来。但你从未向我提起这些，一切来得太过突然，抱歉，我一直觉得很愧疚，突然就将道期托付给了你。这些道理本应由那时你就感知到凯瑞亚即将发生的事了吗？嗯，多少有点吧。我现在的我已经无法感，但我知道你一定走过了极其艰难的路，一定有许多次想要落泪，对吧？别小看我了。你看，你承认了呢。我考虑到这种可能性，才特地为你留下一份礼物，以缓解到期的痛苦。来吧，在我最后的意识消失前，不过最重要的一步还是要由你亲手
变成了一颗种子。庇佑万民的奇迹之木，此刻仍然是无人所见的陌生存在。它于何时落地，又在何处发芽，都取决于令它降生之人的心与梦。赐它生命吧，影。难道这是？这是啥呀？要把它捏碎了？不能啊！永恒令时间无限延展，梦想使每一个刻度都熠熠生辉，两者交相辉映，神鹰终将不居于天理之禁锢，自漆黑中绽放。至此，噩梦消散，现实圆满，你我共同向往的光景仍在前方。只可惜，我无法见证道七的未来，也无法再与你同行了。猴哥脑回路行啊，捏碎了好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我寻他捏碎，啪放地上，然后哗地上长出来点东西，这样式的呢？你的祈祷成为我挡下无数灾厄，我一直觉得我对你有所亏欠，虽然只是微不足道的报答。在你真正醒来，迎来新的相遇之前，这颗神鹰会为你争取时间。怎么样？它应该已经起到作用了吧？这次是真的再见了，影。真。再见了，真。再见了，真。再见了，47525啊，没再见，没再见。如今的影亲手在意识空间里种下神鹰，无论怎么想都是不可思议。这些都归功于真的永恒，是与时间息息相关的概念。时间本身不具有意义，也无法以常理诠释。原来或许，不过那种紊乱感已经，我还不能完全理解。我倒觉得我明白你在想，要是没有神鹰树，我知道你对神鹰，以前你还想象，可是神鹰树可是这，你好，开玩笑的，可我也不是，你们离开又再次，我现在应该打什么都用不着水影了吧？我好像已经无敌了，是吗？那时我感知到影的所在，如果时间，现在我们自己随便了，凭借你们顽强的意志，湍流的，先打个雷神，然后把那个任务本打一打，把那个技能副本打一打。结果，多谢二位，影。你现在感觉如何？身体完全恢复了。身体当然很重要了。你见到真的，只是听到了，没关系。但这一次，甚至道七能迎来今天，也是我只是种了一颗种子而已。打纯水的打不了。对啊，你是凭自己的本事会。打纯水没有。直到今天，真和你难得从你这里听到安慰的话。打纯水的队伍，真的吗？那将军的位置是不是也可以给我坐两天呢？哎，算了算了，这种麻烦事我才不要。玩笑就到此为止，接下来我还有很多事要做。我会和将军，随后我将下令解。真的吗？这是我已决定不再追逐静止的永恒。接下来道气一定会面临更多，我对此充满。好嘞。走，打把雷神。安如磐石，好多矿石啊。原来你他妈在这儿呢！该出发了。
我就说怎么找也找不着呢。别说，等他被秒，啊！挽玫瑰赠。固若金汤，此乃天。谁能秒我？太慢了。夜明，没咋的了。抓到！我操！不是那么很好打啊，有点肉啊。看破。你很疼，该结束了。中场收工。荒谬！雷光所照，永恒之徒。挽玫瑰赠。拒收并蓄。棒棒炸弹。你很疼。抓到此身即永恒。固若金汤，天动万象，伤害很可观。这还可观呢？这他妈的都有点打不动啊。你很疼。踏风可叹落叶分段溃灭。抓到终归晚节。哎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不是打了怎么没爆啊？要拿雷元素打呀？啊，早说呀，咱也不到啊。那就上个雷神就完了呗。我雷神武器还是自草自道光呢，元素打就行啊，不是雷都行，早说呀，算了吧，雷神就用着玩吧，无所谓了。直接传副本啊，我像个傻子，早说呀，等会儿来都来了，就这么地儿吧，走进去吧。拒收并蓄，无处遁逃，尘世如影。闪电！哎，起！克！微光无色，须臾泡影。看破！呵，收！你很疼，无处遁逃，道光。裁决既定，尘世如影，眼神如虹，荒谬！哎呀，抓到！命运不足为惧。哎呀哈！哎呀哈！哎呀哈！
雷鸣如盘，起这此身即永恒愚钝，云影夜明，断绝举手并行，收诸爱灯斩，你很疼愚钝，千里长驱固若金，终归万劫，微光无色，不必请断绝收，这鞋也太厚了吧，愚钝无处遁逃，牵手复计，你很疼，抓到现在锁血哦，拒收并蓄锁血呀，风共鼻行诸爱你很当斩，这底下它不有个条吗，我这条打掉不就完事了吗，抓到安如磐石，你很疼，忠诚收工，收净土收幻灭，雷遁用冰和火破遁最快啊，不必心急收，我们再打一打，我看看啊，打什么呢，诗文的哲学不打，黄金的哲学不打，天空的哲学不打，激情我们打哪个，我们打繁荣的哲学，妈的繁荣的哲学没开放，等会儿啊，看看钟离的开没，黄金的哲学走，打黄金的哲学，收并行，往返自然，云影夜明，抓到丝线交织，活着，这一看这些水油也不行，打的怎么那么慢，打的不挺快的吗，不黄金的哲学吗，哎，
一共有六次。要普通，不要浓缩。我刚才就是普通啊。顺风解印，风动鱼形。你很疼，脸色如虹。荒寨难逃。双倍的吗？哦，是双倍。把钟离的技能升一个，可叹落叶飘零，御风而行。受风雪交织，还有几次双倍？我难道是无限双倍吗？卡 bug 了，这不今日剩余多倍产出次数3-3吗？该出发了。还有回归的啊、哦、本来也是双倍的是吧？你很疼，忠诚本来也是双倍的是吧？怎么回事？啊，这么个意思，明白了。我操，这么猛！哎呀，还行吧。剩一物还不是那么很好，兄弟们，只能说一般般。风动鱼形，收！哎呀，我操！不给面子是不？是不给面子？不必心急，别东西。姿势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哈，哎呀，哎呀，重击可以一次伤，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早说呀，还有没？还有一次吧，最后一次好像。还有一回，最后一次，
收工。火阵，哪里到？OK， 剩49体力，49体力能干啥？我们的周本已经全部打开了吧？和一个浓缩，哎，有道理。好，留一个浓缩。然后我们现在需要黄金的哲学。现在差四个。来一拉，10%概率2倍产出，25%返还部分材料，那肯定要25%概率这个呀，那个概率才10%。死来五将，那是2倍，对呀，2倍呀，应该去深渊展示一下实力了。哎，对，打下深渊呢，差点忘了啊，把深渊给他打一打。角色等级突破6，可继续突破一下。啊，他妈差东西差的有点多呀。突破得多少个史莱姆浆？哎，不想刷了，好累哦。同理，有没有人给突破一下子？上个90级，兄弟们。玩意儿突破没用，这玩意儿突破加攻击力，加攻。点数不错，今天就继续翘班吧。等到打个深渊吧。可是深渊要2个字儿哎，2对没法打呀。这么的吧，1对只用1个就够了，2对整个狠点的，哎，2对整4个，1对只用1个就够了，1对随便整点吧。整点水的就完了呗。那儿无头没养啊，无头没养啊。此城生效，此间生第一间，此城拿此城的。我会保护大家。抓到了。泡影看破。水的挺他妈烦人，荒谬，都是水的挺他妈烦人。那就普攻吧，不行的。收，哎，微光无射。抓到了，
信机，眼神无痕。无念，断绝。收。另外一边，好，另外一边，萧红。惊，御风而行，点燃影星，坏了，我萧红打人是真不带掉血。妖光来喽，弹起来吧，受风解意，也还行。可叹落叶飘零，小心火烛。也还行。祭典重现。哎呀，客人，御风而行，客。哎，我可莉的那个什么是不是没了？剩一物是不是让人拿走了？我打人不带掉血呀！想看烟花吗？拒收并蓄。想到哪儿去？往返自然。挑战成功，继续战斗。打起精神来哟！你很疼，丝线交织。不必心急，收。这盾都没用。抓到了。德玛西亚。风共鱼行。小心火烛。坏了，操他妈的，全是固若金汤，天动万象。御风而行，操！别整这活史莱姆。收并蓄，可叹落叶飘零。点燃影星，哎，烟花来喽！呀，咻！坏了，这西地有点长。天命既定，哇！天命既定，收，中场收工。谢谢猴哥最可爱的钻石粉丝，谢谢。安如
磐石。哎，等会儿。御风而行。云影，夜明。棒棒炸弹。就这个。固若金汤，天理长驱。小心火烛。朔风解衣，好疼啊！哎哎哎哎哎，哎哎哎，别急别急啊、哦！那个逼还不死。好，十二重还能用那个队伍，我算你牛。怎么的？现在十层。随便过吗？泗水队完了完了，搞个小雷让那史莱姆没法玩了。开始挑战，记住这个，随便过，十一层都过不去，随便过。命运再次显现，抓到了，你很疼，丝线交织，玩的就是数值用的吧？无处遁逃。天动万象，往返自然，风动鼻行，金鱼来啦，火力全开，是打的有点慢啊，不过打肯定是能打，没什么问题。往返自然，可叹落叶飘零。想看樱花吗？这我怎么的？我操作不行吗？没啥问题啊，我觉得我这操作啊，这操作有什么问题吗？怎么老也说我操作的问题？怎么操作？操作没啥问题啊，你靠太近了，抓紧了，这操作有啥问题吗？不用，忠诚失踪，你圣衣朝我凋零，于此带个行秋巴巴拉是内鬼是吧？固若金汤，此乃天道。棒棒炸弹，御风而行，早说呀，那不是操作问题呀。祭典重现，安如磐石，小心火烛。
老说我操作问题。咱的操作有什么问题？聚收并蓄，天动万象。往返自然，风步离行。后空火花，弹起来吧！别说别的，我就问你过没过吧？操不操作的？是不是满血过？小子有点厉害，真有胆，抓到！真是，是吗？中场收工，收。收。雷神开个，哎，雷神开完 E 切角色有用吗？安如磐石，让我听听。御风而行，你在哪？棒棒炸弹，吸气最美。金鱼来啦！想看樱花吗？这不，雷神那个是附魔，是不是？可叹落叶飘零，朔风解意，此乃天道。聚收并蓄，火力全开！既然让我这些孩子们来助攻，谢谢小伙伴，藏起来吧！东西也太多了，他妈！这边移，地下的荣光，哎呀，加护于我！哎啦啦，哈！抓住你了！哎！固若金汤。御风而行，祭典重现，退散，天理长驱，聚收并蓄，风共鱼行，全都可以炸完。没死吗？刚谁说十一层过不去的？刚谁说吧？物理加成75%。带个行秋，行了吧？带个莫纳，这边就还是原队呗。我不是说打不打蒸发，我他妈没有玉，没有升级呀、啊，这才失忆。好，眼睛右上角可以看敌人是什么，早说呀。财，财与刘红。眼术无痕，不必心急。
别喊疼。微光无色，雨线难化。一空气了，你们不是说切个雷神一下子吗？锁上门的声音。固若金汤，此乃天道。可叹落叶。想看烟花吗？点重现，弹起来吧！朔风解印，能不能看技能介绍？不能，这不有你们的吗？我看什么技能介绍？偷偷火花，有你们的，我看什么技能？哎，我的火花呢？天动万象，俱收并蓄。风共离形，点燃引心。这招，乌云，打得可挺他妈慢的。御风而行，棒棒炸弹，全被你炸完。安如磐石，此乃天道。往返自然，克，克。云野，就这道夜明雨，没事儿。到头了，再多个对手也无妨。虽然说打得慢，但是能打。想看烟花吗？慢慢打，我不急。祭典重现，聚收并蓄，只此一招，往返自然，克，偷偷火花，太好了，哼，不怕，嘿呀，嘿，给我等着，朔风解印，可叹落叶飘。这一招太好了，小心火烛。哎，这招不用。哎，我等着。凋零，害你妈回血呀。天动万象，安如磐石。累呀、不错，遁逃乱失手了。好了，操，好了，抓到了。哎，丝线小智。天命既定，
暴影看破，小心的点数，抓到，眼神如虹，完了，要没了，没事，我只要不死，问题就不大。为了，倒了，这他妈能打过了吗？这还，我就说应该带个巴巴拉，非得巴巴，操操。微光无色，无念无止，我就说应该带个巴巴拉。推算没事，再打一波，重新打一波，重开，暂时离开，别急啊，暂时离开。继续战斗，啊，再打一遍是吧？也行，试一试，能打能打，不是不能打。无处遁逃，该行，只是成型。滚吧滚吧滚吧滚！你很疼，姿势小智。不必心急，收，微光无色，无念断绝，中场收工，新的变数，你很疼，怎么还在暴影看破掉血呢？命运在此显现，无处遁逃，哎操，你什么东西打掉我的血？姿势交织，真像，没事儿，就这一个，磨死他，雷电将军，冲！古华是命，微光无色，打不动了呀，星空暗淡。没事，还是能打，还是能打过，兄弟们，还是能打过，再次挑战，没事，能打过，问题不大啊，没奶，只是没奶而已。无处遁逃，重新挑战，哎，重新挑战，重新挑战，你妈的，上来这个秋秋人就打我这一下子，不行啊，这打一下太疼了，我现在已经知道了，我不能让这个秋秋人打着我，抓到了，哎，秋秋人一死就好打了，兄弟们，你很疼，眼神如虹，别掉血啊！大头还挺难打，别说这玩意儿呢，不必心急，抓到打去啊！道光亦是永恒。你很疼，姿势小智，
新的变化。不就贪杀吗？我点地上的玩意就完了呗。成型，才天命既定，水推算。没事，你先死。结束了。你可以死。抓到了。这怎么打着我的这花？我操！浮世银。不赢了，不赢了，不赢了。他打不了，退了。要不角色生命值提升25%，尝试一波，兄弟。爆你看破！哎，不是，我这夜兰刚才没血吗？点数无存。不必心急，抓到，无处遁逃，无念，断绝，不必心急。别急，我们这个慢慢折他，我们等技能提地。有位人说我们在等啊。微光无色，这你就不懂。断，彩雨流红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收，丝线交织。无处遁逃，命定于此。你很疼，这你就不懂。拿没拿下吧？拒收兵器。藏起来吧，咻！来来，往返自然。风共鼻行，烟花来喽！想看烟花吗？开始了另一对的受苦之路，兄弟们。朔风解印，火力全开。安如磐石，此乃天道。御风而行。拒收并蓄。小心火烛！哎呀，哎！哎呀妈呀！
好他妈累呀、啊！给我憋夹里边了。固若金汤。挑战成功，暂时离开，不打了，太鸡巴累了。哎，羽毛，生命，生命，暴击，暴击，来！不是那么很好用的。给了个啥？不是，这要哪个呀？这哪个有什么区别吗？这武器锻造材料，这有个嘚儿用啊？都没用啊！剑弓、双手剑、书、长柄，可以放着吗？这不会过期是吧？那放着吧。那没用啊。来信了。哦。看来又出现了新的兄弟们，先这样，完了，啥时候换游戏？现在换。